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违反劳基法，对，不好意思。但是，对，当然是我是很想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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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大师兄也是五月份生日，大师兄，1月9号，也是5月4号，怎么了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我跟去年一样，愿望跟去年一样。谢谢18很贴心，我很喜欢这样子。然后我最近都许了很多的愿了，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还是自己，也跟大家共勉，比较有可能的还是自己越来越帅，那是当然要对。可是实际上会有困难，所以每次查拉都，你一直拿着会不会很累？你先放着，我先吹好了。谢谢。每次查了都拿老来开玩笑，可是我觉得人应该是30几岁的时候是很巅峰的，而且很臭屁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走下坡的时候在哪里。我希望他可以再一直往后。我最近看棒球比赛，就费城人队有一个40几岁的投手，虽然被打爆了很多次，可是这是大联盟啊，就是每一队有5个先发嘛。他至少是地球上的三十前150个厉害的投手，哎，对不对？至少是这样子。我觉得啊，那我应该也可以做到类似像那大师兄应该也是这样想。我觉得他也是越变越年轻，金牛座应该都可以这样。小鹿也是啊，小鹿还在吗？小鹿也是金牛座。然后我们的第一首歌是，刚好接在这首歌，我超厉害的。这首歌叫《告别青春期》。Tonight